卡达世界杯的 H 组第二场比赛在今天凌晨开打，由 C 罗领军葡萄牙对上世界排名第60名的加纳，最终葡萄牙是以3-2夺下胜利。卡达世界杯 H 组第二场比赛今天凌晨0点开打，由 C 罗领军葡萄牙对决世界排名第60位的加纳，而 C 罗在第63分钟获得了12码罚球，顺利罚进。加纳的传奇队长阿尤随后射进一球扳平比分，不过葡萄牙靠着菲利克斯还有莱奥接连破网，取得了3-1超前。加纳在第89分钟再进一球，葡萄牙最终是以3-2赢得加纳。在这场比赛当中呢，C 罗的上半场他虽然错过了2次破网的机会，可是呢，由于他在第63分钟的时候，他在禁区里面就遭到人家拉扯，所以他就获得了12码罚球的机会，而C 罗也把握到了机会，还有顺利罚进，成为了史上首位连5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球员。卡达世界杯 H 组第二场比赛25日凌晨0点开踢，足坛天王 C 罗领军葡萄牙对决世界排名仅第60位的加纳。C 罗上半场虽错过2次破网机会，但他在第63分钟时于禁区内遭拉扯，获得了12码罚球，他也顺利罚进，成为了史上首位连5届世界杯都进球的球员。C 罗日前刚与老东家曼联解约，目前处于失业状态，俱乐部生涯遇挫，不过外界依旧很期待他在世界杯的表现。此次葡萄牙对上加纳，中场以3-2守住胜果。而 C 罗在昨天罚进了12码罚球之后，他个人也是一举刷新了6大世界杯的纪录。 FIFA 官方啊，他们更是在赛后在 Twitter 上面直呼说 C 罗他是神。今年是 C 罗第5次参加世界杯足球赛，而且从2006年世界杯开始，他每一届都有进球，成为史上首位连5届都有射门得分的球员。除此之外，他在包含世界杯和欧洲杯的赛事上也都有斩获，成为在连续10场国际大型赛事上都有得分的球员。而 C 罗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保持国家队进球数118颗，生涯进球数819颗的史上第一。同时他更7度获选为世界杯单场最全球员，而最后一项纪录则是与对手梅西一样，两个人的世界杯进球数都是6颗。不过在这一场比赛过后， C 罗以7颗领先， FIFA 官方更是在赛后破天荒连发2条 Twitter 恭喜 C 罗，直呼他不属于这个世界，简直就是神。 C 罗成为首位参加5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球员。接着呢，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夺冠大热门的森巴军团巴西队。那由于啊今年的分组赛是不断的爆冷门，所以这让巴西啊期待赛前的时候有点小小紧张。是。那巴西的教练呢也告诫他们说，千万不要轻敌。那巴西的首战是迎上了塞尔维亚。巴西呢整场的射门呢是多达了24次，相当的可怕。那最后呢是以2-0击败了塞尔维亚。森巴军团向来火力惊人，近7届有5届攻入双位数进球，而且本届巴西教头提特一口气带了9名前锋到卡达，有望展现华丽的进攻大战。不过上半场巴西几度起脚都未能破门，上半场的比赛是以0-0踢平。下半场第63分钟，维尼修斯射门被挡，理查利森呢补门进球，巴西1-0领先。而10分钟之后，又是理查利森接获队友横传之后，在禁区内侧挂金钩，梅开二度，中场以2球之差拿下了本届首胜。那巴西的这一战啊，最大的功臣就是前锋理查利森，他个人呢是梅开二度踢进了2球。那昨天呢有看人的人就知道，第二球啊那个侧挂金钩真的是太精彩了，直接预约了本届的最佳进球。卡达世界杯夺冠大热门巴西25日小组赛首战以2-0击败塞尔维亚，延续自1998年起连续16场小组赛不败，追平最长纪录。
此役最大功臣梅开二度的理查利森第二颗进球侧挂金钩，相当精彩，直接预约本届最佳进球。这位25岁的年轻前锋生涯首次在世界杯亮相，首战就展现强大火力，目前和其他5人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一。他表示：“我会进更多球，也想进更多球。我只需要感谢我的队友。我告诉自己，只要再进球就能结束比赛，而进球也出现了。”巴西在世界杯参赛场次也追平德国，来到110场。不过巴西有4项最多纪录：74次赢球，231颗进球，22届参赛5次夺冠。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理查利森哦。其实呢，他今年25岁，他的出生还蛮平凡的，从小他的家境并不是很富裕，所以呢，他就是连要练球，他都还要跟朋友来借球，他才可以练习耶。哇，那真的是蛮辛苦的。对，没有想到他现在就是靠着他惊人的球技，就踢出了一片天嘛。是。现在呢，他是从巴西国内联赛前进到欧洲的5大联赛，而且他现在是效力于英超。在英超的热刺队担任前锋。那理查利森呢，他去年其实就代表了森巴军团来出赛东京奥运，是一共踢下了5球，哇，就让很厉害，对，就让巴西夺下了金牌，而且他个人也是拿下了冬奥的金靴奖。那这一次呢，其实是他首次登上世界杯足球赛的舞台，包含了今天的2颗进球。其实呢，他现在今年代表巴西出战的赛事，他就已经累计踢进了9球，哇，真的是让人非常期待他之后的表现。是，没错，就让我们来拭目以待一下他的表现。好，那看完了理查利森呢，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内马尔。夺冠大热门巴西在今天迎来了卡达世界杯的首战，不过呢，原本他们是顺利2-0开胡，可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张照片？就是他们的头号球星内马尔疑似传出他的脚踝受伤了，他在比赛当中是不断被对手针对，甚至他还遭到了9次犯规，是本届世界杯足球赛有史以来目前所有的球员里面单场最多的犯规次数，甚至他一度就是连他的球衣都被对手给扯下来了，这真的很夸张。对，所以最后他提前退场的时候，还被镜头拍到他用球衣掩着头在哭泣。大热门巴西25日迎来卡达世界杯首战，顺利以2-0开胡。不过头号球星内马尔却传出疑似脚踝受伤。他在比赛中不断被针对，遭到9次犯规，是本届截至25日所有球员单场最多，甚至球衣都被对手扯下。提前退场后，他被拍到用球衣捂着头哭泣。赛后队医表示，内马尔脚踝扭伤需进一步检查，但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塞尔维亚球员此场比赛一共领到3张黄牌，其中2张就是对内马尔犯规。本届世足赛呢，亚洲国家呢都表现得相当不错。那南韩的首战是迎上了强敌乌拉圭，虽然说过程当中呢双方是有激烈的争抢，但是最终都差那临门一脚，中场呢是以0-0握手言和。卡达世界杯 H 组首战24日晚间9点开踢，由2届冠军乌拉圭对上连续10届打进世界杯会内赛的南韩。亚洲一哥孙兴敏戴着面具上阵，但他表现机会不多。两队上半场各项数据不相上下，比赛节奏相当明快。第57分钟，乌拉圭后卫卡塞雷斯从后方将孙兴敏推倒，还踩掉了孙兴敏的鞋子，亚洲一哥一度抱着脚踝倒地，卡塞雷斯因此领到本场第1张黄牌。双方持续僵持到最后10分钟，努涅兹几次持球都相当具有威胁性。第96分钟，戈登开角球到门前，但被南韩门将直接没收。两队中场以0-0握手言和。而连5届闯入世界杯会内赛的瑞士，他们呢过去最佳的成绩就是打入世界杯的8强。是。那今年呢，他们依旧是由瑞士梅西、沙奇里来领军。首场的小组赛，他们就碰上了非洲雄狮喀麦隆，而瑞士最后是靠着下半场第50分钟出生于喀麦隆的恩博洛，他推射进网，取得了本场唯一一颗进球。中场是以1-0取得获胜。连5届闯入世界杯会内赛十字军团瑞士，过去队史最佳成绩曾打进8强，今年依旧由瑞士梅西、沙奇里领军，目标超越上届16强成绩。首场小组赛碰上非洲雄狮喀麦隆，瑞士凭借下半场第50分钟出生于喀麦隆的恩博洛推射破网，取得本场唯一一颗进球，中场以1-0取胜。
回顾瑞士近四届参赛，有三次止步十六强，一次小组赛止步。首要课题仍是先突破十六强魔咒。不过，他们自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以0-5不敌德国后，近60年保持世界杯首战的不败精神。加上这一战顺利赢球，他们56年来在世界杯首场比赛交出3胜3平的佳绩。瑞士此役面对喀麦隆，开赛10分钟就连续2次尝试射门，皆无反而攻。随后来自英超兵工厂的扎卡也来一记远射，可惜踢高了。第14分钟，喀麦隆王牌莫挺单刀杀到禁区射门，被瑞士门将挡下。双方上半场持球比率差不多，较被看好的十字军团没什么攻势，反倒是喀麦隆有4次射门，2次射正，几次门前的攻势很有威胁，但都缺乏终结能力，双方上半场0-0闷平。瑞士在下半场第50分钟终于打破僵局，在喀麦隆出身的恩博洛于门前接到瑞士梅西沙奇里横传，喀麦隆后卫完全没盯防，他轻松推射破网，瑞士取得1-0领先。喀麦隆松散的后防线让瑞士随后又有几波门前攻势，但把握性依旧不高。瑞士在第72分钟将沙奇里、恩博洛都换下场，喀麦隆也撤换锋线球员，希望能将比数扳平，却始终无法串起攻势。瑞士中场就以1-0取胜。回顾完最新战况，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赛程有哪些。首先呢，就是今天晚上6点，威尔斯会对上伊朗；接着呢，是晚上9点的时候，卡达会对上塞内加尔；那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是由荷兰对战厄瓜多；今天凌晨3点，则是由英格兰对上了美国队。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对，那因为前几天嘛，大家想说啊，隔天要上班，不能追太晚。不过明天周六放假，大家可以追好追满。对，干脆4场都给他追起来了，是看好。好，那看完了世足赛呢，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世足赛非常昨天在网络上真的是引发热议的话题，就是日本呢，他们首先不是以2-0击退了德国队，然后让大家就是非常开心。接着呢，就是赛后就被人家发现说，哇，日本的球员他们还把休息室，你看收拾的相当干净，哎，看起来好像没有用过，很有这个日本人的作风，哎，对，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这边，就是啊，他们在休息室里面啊，他们还放着11只的纸鹤，然后他们还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呢就用阿拉伯文还有用日文就写下谢谢的纸条。那对于这个暖心的举动，国际足总 FIFA 事后也在 Twitter 上发表照片表示感谢。FIFA 透过官方 Twitter 发布照片，提到日本在世界杯开踢第4天对战德国获得历史性胜利之后，日本球迷把看台区的垃圾清理干净，同时日本球员离开哈里发国际体育场之后的休息室更是整理成这样完美无瑕。而文末 FIFA 更以日文罗马拼音来回复谢谢 Domo Arigato。 而官方照片也显示，日本队员离开休息室之后可以看到收拾的相当干净，留下的物品也堆叠整齐，毛巾跟水瓶摆放得井然有序，桌上放着感谢用的纸鹤，以及一张以阿拉伯文和日文写下谢谢的纸条。而对于 FIFA 官方这则推文，日本国家队则是透过官方的 Twitter 抛出表情符号，用眨眼微笑和扫帚来回应。那这一场啊，日本逆转胜赢了德国啊，真的可以说是大爆冷门。是。那不过啊，在这个观众席上面，其实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啊，当这个日本失分的时候啊，当然嘛，就是这个德国球迷会高举德国的他们的国旗。是。但是没想到啊，其实近看发现，哎，怎么有一个人呢？他举的是南韩国旗太极旗，在这边挥舞呢？那这个举动呢，也引发大家热烈的讨论。当然，首先这个日本的这个网友就非常生气啊，想说为什么你会举这个韩国国旗？很奇怪，会觉得其实蛮不爽的啦。对，那另外呢，南韩的网友们他们也说，其实他们也觉得非常丢脸啊，根本呢都可以说是国际支持了，这又不是什么日韩大战，怎么会拿出这个韩国国旗呢？对，其实真的有点太超过、太过分、太针对了啦。对，没错，就让人家觉得有点过分。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是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同样也是大爆冷门嘛，赢了阿根庭。所以呢，除了沙国的国王萨尔曼，他之前就宣布说要全国放假一天庆祝之外呢，我跟你说现在更厉害了。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沙烏地阿拉伯他们的王储现在传出要送每位球员一辆2000万的劳斯莱斯来当做礼物。
印度商人、专栏作家赛斯，他在 Twitter 上发文表示，为了慰劳沙烏地阿拉伯的球员战胜阿根廷，王储萨勒曼将送给每位球员一辆劳斯莱斯幻影。根据了解，这一辆车款一辆要价2000万台币。而外媒推测，这一次萨勒曼送出的应该是小改款的 Phantom Series 2， 不过售价同样也是2000万起跳。而劳斯莱斯 Phantom 系列目前已经到了第八代，今年五月发表的小改款 Phantom Series 2并未进行大幅度的变革，只有在外观带来修饰调整，延续经典车型的特色。哇，这真的是太羡慕了。不过呢，我们虽然买不起劳斯莱斯，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呢，这小赌怡情一下来碰碰运气。不晓得大家这几天有没有买运彩呢？哇，我的涂鸦墙上面真的超多朋友都在买，然后尤其是日本大爆冷门那一天，大家都在就是涂鸦墙上PO出他们买运彩的那个或喜或悲的心情。对，问问网友们好不好？你们有没有买一下小赌怡情，然后碰碰运气呢？那其实啊，台湾运彩他也公布了一个最新统计，他说啊，其实才开赛三天，但是销量已经逼近10亿大关了，再破纪录。受到德国对日本、阿根廷对沙烏地阿拉伯两场球赛逆转胜的效应影响，台湾运彩网站流量激增，当机网页卡卡消息频传。不过依照台湾运彩统计，截至11月23号为止，销量超过9.7亿元，和上届相比成长了60%，同时将写下运彩史上最快破10亿的销售纪录。那就有业者指出，今年买气出乎意料的好，和4年前相比，这次彩券行买气热络，买运彩呢变成是看哪国赔率比较高就买。他也提醒大家，难得的世足赛，希望大家把目光放在努力的球员身上。当然买运彩可以，只是要量力而为，有多少买多少，不要过度的投注。